你为什么要装模作样假锻炼呢？这什么是装模作样啊，本来就该锻炼。三天打鱼两天晒网，这叫装模作样叫什么？我跟你讲，小泽现在也好厉害，他每天拿着这个练，他都能拿起。你这是多少公斤的？三公斤的。那两个是？让我来试试啊，看着啊。小泽是大力士。行了，你别掉了，把脚砸了啊！这样，啊，双手拿着，双手拿着，啊，来，蹲，站起来，蹲，站起来，蹲。站起来，膝盖不能超过脚尖啊！怎么不行一次？叫什么？膝盖不能超过脚，屁股往后坐。哦。屁股往后坐，膝盖不能超过脚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一。蹲下去，多蹲深一点，对吧？蹲深一点。三。十二。十三。十四。十五。还没开始呢，还没开始。手拉好，手重新拉好。这个手不是还没捏好，把我这里捏着。预备开始。哎，你这个手干嘛？你这玩意儿这不按标准。我画。你这多大劲呢？我这是牛劲对吧？你这个。我这是。你这个是牛劲，这个是鸡劲的。爸，你来挑战我。好的。爸爸来挑战你，来，开始挑战。小泽这么大劲呢、啊，小泽，你这么大劲呢、啊，可是你还是不敌我。要把二逼捏死。要不要换个手？我赢了，哈哈哈哈。我要换个手。啊，哎，对着手。哇，你这么大劲吧？可是还不行哦。爸爸是不小心的。爸爸，要不今天晚上给你做排骨吃，好吧？我不爱吃。搬到桌子上就好吃了。嗯，真香啊！真香地狱。我不爱吃排骨，头有声音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陶继功。上次中秋节回老家，不是带了很多只鸡吗？当时还带了一点排骨，排骨一直放在冰箱里面没有做，今天把它做了。今天准备做排骨海带汤，嘎吱。一般煮汤的话，砂锅比较好，所以这个上次做了盐焗蟹的这个锅子又被我翻出来了。那排骨就是这么一点点，上次带下来的时候一直没吃，这是已经被老婆洗干净了。这个是土猪肉的排骨，所以也不用焯水。海带已经被老婆泡了20多分钟，已经泡软了，现在再把它清洗一下，因为这个干海带啊盐分特别的重，所以一定要多清洗几次。我是不是弄多了海带？嗯，不多，一点都不多。哦，这海带在海里面长的时候，它本来已经带了海盐的，后来生产方在加工的时候又加了不少盐，所以它特别特别的咸。那是不是待会儿汤里不用放盐？看汤的咸淡，如果汤淡了的话就要加盐。现在来把海带切碎。炖汤的海带稍微滑大一点，画成这样的正方形就行了。不是要画成菱形吗？正方形、菱形都行。装到盘里面，用它让油温再洗手看。哦。准备点生姜。嗯，这手表以为我在洗手，其实我在洗姜菜。其实排骨海带汤最开始要求的配料非常少，就一个生姜就行了，就这么几片就行了。开火，给砂锅加热，砂锅热了，稍微的倒一点点油，把姜片放进去炒香。姜片炒香之后，再把排骨放进去炒香，炒过的排骨这个汤味才会更浓。
把海带放进去一起炒一下。略微炒香之后，倒入清水。水给它稍微多来一点，大火把它烧开，烧开之后开中小火煲一个小时。好，一个小时到了，感觉差不多，好香啊。嗯，汤汁都熬熟了好多。放点葱花，本来是小葱的啊，但是我只有大葱，今天小葱没买，所以就放点大葱的葱圈。我来尝一下咸淡。哇，好鲜呐、啊！但是盐好像少了一点，加点盐。现在叫什么？来，小的用手粘菜。小的又在偷菜吃啊！再加点盐，稍微的再来点胡椒粉。嗯，开始吃饭吧。可以，这个小的可以多喝。小的。听见你们在说话了。好，拿菜吃饭。用我这个大鸡公啊装吧。八九一九九五发鸡用吗？要不倒吧，往出倒吧。好，等一下，我先咬一点出来，把稠的都咬出来。好，这样放哪？汤好，汤看起来好美丽啊。嗯。很浓稠吧？嗯，这就是因为炒制了的，所以它就很浓稠。这个是开水煮的秋葵，把它凉拌着吃。啊，不是蘸芥末吃。他是不是要来点酒啊？你喝酒哦，我要喝野格。昨天我看到有朋友说野格应当放到冰箱里面，我就把它放到冰箱里面，一会儿拿啊。嗯。秋葵蘸芥末吃。这是这两袋是什么时候的芥末？我也不记得，买寿司的时候送的，好吃。海鲜酱油啊？对呀。你去拿酒吧。嗯。你明天嘴头子又是谁嘴头子？冰冻的野格，哎呀，好冰呐、啊！应该可以很好喝了吧？我要喝那个。你喝野格吧。野格酒劲太大了，我待会儿洗不了碗了。好了。气泡酒，我在昨天喝了个，结果一点都起来了。小德喝什么嘞？小德不喝呗，小德也不能喝酒。我一定都不能喝，好吧？好，吃饭吧。好，来。别人说野格要一口闷。啊？网友说，我一口闷了啊。你闷吧。妈，你说你比较喜欢哪种盒子？哎，野格是烈酒，你别看它像糖浆一样的。它这口感不像烈酒。昨天你想，我们喝了那么少。嗯，结果头都晕了。反正我睡觉昨天我喝那点野格，后来头都晕了。我老婆尝了一点点也晕了。看来大家说野格是烈酒是真的。妈，你说你比较喜欢哪一个盒子？第二个。那吃芥末敢不敢？中间这个。这个盒子就归你了。我比较喜欢这个杰斯提斯奥特曼。还不错，这样吃。这是从老家带的三红薯杆，就是红薯叶子的杆子，把它泡翻的，炒的肉丝，香味非常非常浓郁。这炒的是个小青菜。妈，以后这个就当我的中铅笔盒行吗？嗯。写的美不美味？美味要命，好吃要命。你是不是很喜欢吃海带耶？
我不爱吃的排骨头，头是你。我不爱吃的排骨头，头是你。这个汤的味道真鲜美。爸爸，给我舀点汤。好。你要喝汤是不是？对，我只要喝汤。汤这么好喝啊？是啊。好，少喝点，免得晚上尿床。蘸多了，蘸猛了，好，直接塞到嗓子眼了。秋葵，芥末秋葵好好吃。我操！妈妈，你能一口气把所有都吃了吗？怎么了，妈妈？你吃肉，我喝汤。来，你吃点肉。我要喝汤啊！明天是不是还要带呀、啊？我明天不带。不带，不带。我带，不是我带的已经有了。行了，我不吃了，我就吃两壶吧。我要喝汤啊！你喝吧。不是我爱喝汤，你都不知道我爱喝汤。你每次做饭都做硬菜，都不给我做汤。哎，昨天是没发现，今天才发现这个野格酒确实是还挺好喝的。我老婆刚才喝了一大杯，确实是要一口闷啊。嗯，后劲已经来了。我们已经喝了四分之一了。嗯，我都知道四分之后面是一。来，干杯。好，我这还有一丢丢。我喝了有这么多。哎，老婆，听说阿里巴巴在小品帽旁边拿了个地，你知道？徐东小品帽就是我们昨天去的那个地方，旁边不是有一个大空地吗？然后以前的冷库那里吗？嗯，然后马云把它拿下了。做什么嘞？主要？阿里巴巴呀。就是做办公楼。对啊。那好地方，那里真是。他们说那边的房价估计又要涨。又要涨。呛到你看你爸，被芥末呛到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观看，拜拜，拜拜。